猫咪可以吃西瓜吗？汪志祥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专科医生。不建议给猫咪吃西瓜。虽然有些猫咪吃少许的西瓜并没有什么不适，但是呢，这并不代表猫咪是可以吃西瓜的。猫咪呢是严格的肉食动物，它们的肠胃的发育更适合高蛋白的消化和吸收，而不适合大量的纤维化或者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。当猫咪开始吃西瓜以后呢，少部分猫咪可能不会表现出异常，大部分猫咪则会出现腹泻呕吐的症状。如果出现对西瓜过敏的猫咪呢，甚至会出现面部肿胀、休克等症状。当然这种情况呢是比较罕见的。在美国动物保护协会公布的猫咪有害食物中呢，西瓜就位于其中。所以呢是极不推荐给猫咪喂食西瓜的。如果猫咪少量误食西瓜的话呢，只需要观察是否出现异常即可。